你不是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吗？为什么还要去上班啊？你都24了，可以照顾好自己呢。我们就在想，算你们狠！人心若磐石，难以动摇。你不是说你在人间混得很好吗？你怎么不理我们呢？ 贫穷的人类就是如此的贪得无厌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们还会再见面。究竟为什么我要遭受这一切？为什么？说好是个日常系动画，非要战斗升级，现在是团战，别说大战了，大战还生存来不及哦。 我等了你三年，就凭你们，根本阻止不了我。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把我的朋友还回来。